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面名字叫《流氓软体》它大概就是体验你在下载程式然后安装的时候，不是会有一些勾选说，哦，我不要装这个360什么浏览器工具列啊，什么有的没有的的那种模拟游戏。它游戏一打开就是长这样子，我下载了购物软体，每次安装电脑都会被捆绑安装一大堆广告插件，怎么办？我趁你穿越时空的时候搜刮了你时空银行所有的财产。这下面有个余额 0.21 耶，我钱被偷光了。你的银行账户钱被人家汇走了，我汇了多少亿呀？啊？我钱被偷光光了，进行时空旅行没钱付钱。我只能下载人家另外给我的解决问题的奇怪软体，再继续安装。好恐怖哦！本向导会帮你将狗屋大世界装到电脑上。好，开始练骨喽！狗屋大世界，这需要看吗？这不用看，没有人会看这个啦。我同意。选择安装路径，不能浏览。这看起来很像真的，实际上这是 Steam 游戏啦，就是这随便啦，没有关系。还给你模拟一下，这样。资讯助手是什么？我被安装流氓软体。啊？啊！游戏就结束了，重来。我只要被安装了，就游戏结束哦。笑死！怎么资讯助手啊？改个名字，然后让你按不出来，不知道是到底在装什么？什么资讯助手？不要使用资讯助手。恭喜你达成了第一个成就——温暖的家，帮助史派克安装《狗屋大世界》。然后继续游戏，游戏会就退一下，开一下，退一下，开一下的。汤姆先生，我叫克罗米啊。时空海盗团又偷我的钱了。汤姆，你还好吗？海盗团偷走了你所有的2亿财产，我担心死了。他讲了一大堆，只给我12美元，请问这是要买什么？12美元能买什么？亲爱的汤姆，你提供的方案解决了我的广告问题，我赚了20块，我余额增加了哦，32美咯，我刚刚有2亿美哦，我要赚到30万哦。欢迎使用侏儒利人，接收最新时尚资讯，不要，同意软体。好，我们为你准备了很多方案，尊重你的选择哦。使用高速下载器，防止软体捆绑安装。他这些东西其实在以前都出现过，就很。他写说帮你防止绑架软体，但是实际上你装了之后，他才是绑架软体，很烦，超烦。而且这个是骗人的啊！什么叫做取消安装电脑卫士啊？不要修复电脑漏洞，修复到底要不要修复？还是全部都不要啊？全部都不要了，全部都不要，不要，先试试看。安装路径，哇，这个题目好难哦！啊？修复电脑漏洞这样子吗？我刚被装了2个哎、欸，当然，真的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？哎，完蛋，这根本是过不了啊！所以我应该取消安装电脑卫士吗？太难了吧，这个
欸，终于过关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们以为我们很厉害，都可以辨别的出诈骗或者是流氓软体，实际上你辨别不出来。老板给了我烤面包工作，我和我姐姐还有她的孩子有工作就不用受冻挨饿。我第一次学着烤面包，于是我在网络上下载了一款教我烤面包的软体，但是这个软体安装了很多流氓软体，搞得老板电脑卡得要爆炸了。你能帮帮我吗？这些家伙居然玩起了文字游戏，收到50元。我来帮可怜虫解决他们的电脑问题。土伦糕点王啊，安玩紫月是什么啦？即时天气预报，垃圾系统清理大师，等等，这是在下载 3DM 吧？我怎么有点即视感？这画面好恐怖哦！土伦糕点王完成啊！这个案确定就是安装了流氓软体哦，这太难了吧！这太难了吧！太多陷阱了吧！超贼的，那这样子呢？好恐怖，就是这么恐怖。哎，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吕洞宾，养了一只小狗，小狗很爱咬人，我被它咬了好几次。小狗跟你玩的时候咬你一口算什么？哦，好，被咬了还去打疫苗。好，吕洞宾被狗咬了。好，我从网络上找到一个分享宠物照片的社区，然后分享小狗照片，但是这个社区安装客户软体，然后就会有一些捆绑程式，吕洞宾和小狗。好，点选下一步安装萌宠部落，同意。安装路径：精美宠物壁纸、宠物保健大全、宠物资讯。这次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耶，怎么办？该不会安装了100个吧？完成。啊？下一步可以点呢。哇，它藏在后面。工厂特卖，冷门小知识，搞笑视频，旅游一点通，好狠哦！这个，我喜欢玩一款叫做竞技场游戏，载入速度很烂，让我恼火，键盘都快拍烂了。然后朋友推荐游戏加速工具啊，结果电脑被装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电脑非常的卡，让我生气。什么汪汪汪啊？狗狗拿了0.1美给我，狗狗非常高兴，汪汪汪汪汪汪 汪, 汪。欢迎使用狂暴加速器。这有什么要点的吗？宇德游戏展资讯优化工具，这只能直接安装啦，没东西啦。免费取得最新电影，我不安装一个，右下角那个按不掉啊。取消初始化精灵。你可以选择安装本程式的精简版本，精简版，是不是精简版？
还是不是？要按取消安装吧？我都试试看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你点开程式的那一瞬间，其实已经在下载的，就是有包料的啦。我叫伊达，正宗是美食家。听说你擅长解决恶意安装。我右眼患病，视力变差。医生推荐我一款软体，要我用它做眼部练习。欢迎使用陆奥爱眼眼部保健。嗯，我直接按下一步，不行。制定安装，简洁版。要按简洁版吗？不使用广告拦截神器，取消停止自动安装，这个好难理解，什么叫做取消停止自动安装啊？试试看，接收最新讯息，好，三个，好难哦。这样子，眼科咨询服务要勾？不对啊，那我就不被装烂了吗？太难了吧！上面那句，微信下面，我怎么看不见了、啊？我瞎了、喔。哦、欸，这个字，这个字这么难看到，太瞎了吧？这个，你的滑鼠要碰到它才会出现白色的字，不安装助手，有没有看到？点到了之后就变成白色的字了。太恐怖了吧！啊，天文研究者900元谢礼，钱越来越多嘞！我们赶快速战速决，我开始觉得是脑子有点被搞乱了。天文物理免费，免费，免费，免费！哼！火爆视频加速器万用下载，这边有个小箭头可以开耶，太恶心了吧？应该还好了吧？没东西了，千万不要点确定，要直接按叉。好，耶！看一下，监控。哎、欸，我猜你这阵子捞了不少钱吧？处理了恶意安装，这些恶意程式是你自己在搞鬼吧？啊、战剑客联盟盯上你了，明明我是受害者，为什么他觉得我是在赚黑钱？我的电脑中毒了，海量电影，救命啊！我叫海格，是学校猎场看守人。你不会找魔法处理哦？为什么要叫我帮你处理啊？用你的魔法、啊？很刻薄的大型软体网路，刻薄大型网路。精美桌面主题，搞得我现在惊恐症发作，现在非常的惊恐。
我都没有东西可以点了、啊，完蛋，我也要被装了，救命啊！别勾，直接下一步。我被安装流氓软体了。协议不要打勾，直接下一步。好，又来了，是不是？打叉。哎、欸，不安装 IE。啊？我好焦虑哦。现在异常的焦虑。哎、欸，成功了！这个海盗天堂怎么办？嗯，成功了！汤姆，你中招啦！喜欢我们的海盗广告吗？是时候把你的钱吐出来喽！碰上3000元就还你清洁。要不然天天都要跟色彩缤纷的海盗广告作伴喽！不理他，要不要付啊？不理他。我叫帕丘里，我听到东方就进来了。他用软体来管理电子档案。好好，爱丽丝图书馆系统。安装反恶意软体要不要装啊？人偶巨大师，我不知道安装了什么哎、欸。一个，第一个都取消。不要安装精简版，我要安装精简版，同意。我已经看不懂中文了，耶！阿秋里给我1200元，赞。我叫打卡。职业是王子，他为潜水船设计做参考，一个叫做林肯岛百科软体。啊，哎、欸，等等，我都还没有准备好，他就已经在装东西了、欸。安装林肯什么汽车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一点开。一点开就开始自动安装，这根本就是木马，好不好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工具软体。林肯岛百科，五哥，救命啊！哇，这台电脑的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叉叉、欸，哎。哦，真的快被气死了、欸、这个游戏什么时候能够破关啊？我觉得我已经焦虑症发作了，能不能早点破关啊？我是太妃，前一阵子我怀疑你是流氓软体的始作俑者，于是发了恶意邮件。他现在痛改前非，知道我是个好人啊，结果最后他自己也被软体给绑架了，然后现在我要帮他处理。完，峨眉紧箍，啊？安装精简版？啊？什么时候右键可以点啊？为什么右键可以按？更多选项，
爆炸啦！耶、yeah ！有了有了，这个来，我叫蓝蓝鹿，开了很多分店、素食店。他要服装设计软体，结果装了很多流氓软体，好吧？太难了，这个啊，处理这些问题真的太难了。每个都点点看，上一页，哦，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惊喜呀、啊？还有吗？没了，好恐怖！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灰色的字之类的。我应该 OK 了哦，完美了哦。孤岛。耶！蓝蓝鹿。我有一个叫做爱情36计的软体，安装的时候有很多恶意软体。我爱上了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克劳德。啊！别闹了好不好？取消。一开始就在安装啊，这好烦啊，还要拉到最下面。开始安装啊！总裁爱上我，我快疯了。下一步还有没有啊？下一步。完成三个，嗯，哎、欸，这太坏了吧？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啊？点字进去之后还可以按，恶心了吧！我现实世界也没那么恶心的吧？这游戏已经玩了45分钟了，我觉得是不是要一次赚满30万可以走了、啊？我受不了了，我已经处理了10几20件了。我叫不二熊，我很久以前在想一个角色，它是一只猫，身体是蓝色的，有圆圆的眼睛。如今我成为漫画家了，我要把这只猫画出来。嗯，好，帮他安装画画软体。你好，下面是不是有一层白白的啊？这个怎么按啊？拉不到啊！我根本点不到啊！哎、欸、啊！哇！台源滚滚，手气正旺，捕鱼之战等你来赢！加油！安装路径。唉，
热血少年最新连载《风林火山》完结篇，可以点完成了吧？耶、yeah ！蓝色的猫要降生在世界上了，开始出名哦。我的名字叫豆豆，今天过得很妙。雨撞坏了他的橘黄色小汽车，他在看那个挡车软体。点了之后，为什么他跑出另外一个安装视窗啊？啊？螳螂瞎车友会？没有，刚标题按下去之后就出现了这个视窗，这个才是真的，太恶了吧，乱七八糟的。这个连勾都没有哎、欸，太恐怖了！装好了吗？完成，耶、yeah ！报酬能不能多一点啊？这家显卡公司里面全都是一群放屁的猴子，这是要装 NVD 啊，巫毒驱动，巫毒跟 NVD 的合体，这是最新的 GoForce 防毒，随时保持电脑驱动最新版本，吓死！第一个点完会发新邮件。哦，这个才是最新的 啊！下面这个可以取消了，在我视讯后面。什么鬼啊？这个安装 3D Max。我要先装流氓软体，然后才会收到正版软体，然后正版软体里面又包了很多流氓软体。快疯了。我又安装了一个流氓软体。天哪，这个 NVIDIA 怎么破啊？我要怎么安装？我就说去买 AMD 嘛，买什么 NVD 啊，别闹了，我不买了，装不驱动都装不好，哎、欸，中间还藏了一个什么鬼东西啊，还故意跳个黑画面，让你以为你在安装显卡驱动程式。耶、yeah, ！我终于成功了。NVIDIA FK 你，赞哦赞哦！你好，我是一只兔子，输给了乌龟。乌龟说我自大。好，耐心特训营，我已经没耐心了，我要疯了，我快疯了，我基本已经疯了，字都抄出来了，这是在干嘛？本软体有保健功效，无法取代实际治疗，有上述症状请到医院就诊，可以改善你的注意力不集中状态。啊？等什么？在这边等两分钟。哎、欸，视窗在动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压力山大哎、欸。
就是一些电脑中毒噩梦一直出现，一直出现。这游戏实在是太恐怖了，真的，真正的恐怖游戏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我受够你们了！要按哪一个啊？有三个哎、欸，精简版吗？这样就好了吧？看一下，耐心特训营。啊，我好像没有看过安装选项藏在协议里面的，你们有看过吗？臭兔子只给了44块，他卖了很多红萝卜，钱钱都给我。我现在只存到了26000元，还要30万呢、欸，玩不完了吧？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诺曼，加速器。克罗米告诉我说你十分需要钱。哦，这款小游戏可以打发无聊时光。小精灵迷宫，刚好完成了。那应该是没有钱吧？我怎么吃不到钱？关嘞，在哪？我收到讯息说99年的鳄鱼软体潮，在你存够30万之前就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现在没钱赚了。除了你之外，都是大家都是穷光蛋，拒绝减免回程费用30万。哇，我们凑了一点钱给你，希望你能够回去。看一下。上万强，这是学面包的那个。我需要一大笔钱，大家给的钱都是杯水车薪。史派克，吕洞宾，新狗屋，哇！大家都帮我凑钱，但是钱完全不够啊。如果你需要一笔钱，要说的话，应该直接来找我。我在王宫任职，招募电脑高手，陛下马上同意了。我要会操纵时间，调电脑时间。你说我的现在电脑时间了、啊，快一个月就对了。有了有了，9月了，好。我代表克罗米这些被我帮助过的人，向你发送这个邮件。他们告诉我你是来自未来旅行者，因为钱被偷光了，无法回去。我们都受过你的帮助，大家要帮我集元气弹啊！哦，工作只是开玩笑的。他直接给我钱钱呢、欸，哇！我可以回去了，大家再见！我终于不用再焦虑了。从1999年回到了，哇！我是多久的未来的人啊？我是从哪个未来来的啊？我回到了未来，回到家里。他们为你准备 party 啊！跟我回到了正轨。我在千禧年的时候是一个恶意软体终结者哦，赞哦！我怎么又？你已经缴纳回程费用，欢迎回来，老兄。有空来拿钱包，第一次看到你的钱包这么扁。我是记者。他要报道我那个回到过去的事情啊！
嘿，穷光蛋，恭喜你回来，克罗米。这魔兽世界的克罗米，他就是青铜龙的，他会帮我开时空裂缝啊。他就不能不要凑钱，直接帮我开回来不就好了吗？这时候告一段落喽。我是游戏的作者，如果你玩过试玩版，很高兴。到此是汤姆的结局，他回到未来后过得很好。海盗团还还了他的2亿美金。最后感谢你通关游戏，解开重重谜题。我们下次，这游戏就到这边了。我觉得他还蛮有意思的，但是谜题真的是很刁钻的那种，而且会连接到你现实体验，说你以前看过类似的东西吗？什么 3DN 啊，什么汉化啊，什么有的没的小游戏程式啊，一堆，马上你就那种恐惧感就起来了，吓死，不知道该怎么点。然后另外一个缺点是，游戏应该要有一个播放音乐的功能，比如说很破的烂音乐都可以，背景音乐都可以，随便。啊，我先关掉啦，没有啦。游戏是成功的，它让我非常的焦虑。我怎么又装了这个东西啊？怎么办？帮帮我！救命啊！